嗨，你好，欢迎回到第45集的准备去采石场截另一个支线任务，然后再继续截主线任务，然后再截支线任务，然后之后主线播完之后，然后继续截把支线截一截，然后就完成我们的100%。我们坐飞机飞过去吧，这样比较快。啊，用念力把那个飞机门开起来，好，差不多可以跳伞了。哈，好像离得有点太远了，还有差太多可以跳伞。哦，炸到人吗？哦，谢。炸鱼，哈，哦，哦，谢，人真好，送一台机车没有给我的意思。啊，他要干嘛？他要回去骑啊？观察一下 NPC。啊，他们都是克劳德体质，汤米·弗塞迪体质。哇，逮到一个女人呢！嗨，你好，嗨，你好。哦，他是男的 ，fuck， 我不要了。再见，这是我们那个 CJ 尝试的最后一件工作了，什么都试一遍了，最试那全部试完就可以财富自由了。他没有发现自己有点太有钱。好，把岩石推下去 ，OK。哦，我自己也推下去是吧？啊，这可能要花点时间，差不多20分钟吧。呵，我觉得之后之后连停车的，是不是也差不多要2个小时去解啊？我想找车子那一些的，就是有些车没骑的话，然后因为都是英文的，我得先去看那台车是长那样子，要不然就直接把 GTA 切成英文的，会比较好解一点。哼，推下去直接不见了，蒸发。哦 fuck， 吓到我了，惊吓警告，哇，癫痫。CJ 的眼神充满着大地的智慧，没有，他在想我这么有钱，为什么要做这个？哦，你是为了那个数据上的100%才在做这种事哦，嘿嘿。哦，鞋不然脱票一下，还有1分半呢，不要闹了好不好？下去，下去，直接不用下去。哦，我整台车下去好，要不然来不及。哈，成功吗 ？Nice， 前面那个大钢牙太厉害了，那个钢铁下巴。剩40秒，突然搞得我很紧张哎 ，doki doki。现在是我的心跳声，咚咚啊，咚咚，小心不要再甩尾了，甩尾就整个人掉下去了。给你巧克力球啊，其实恐龙化石，完成500元，一天真好赚呢。我也要去考这个重机器技术师驾照，要来回几趟啊？还要再上去一趟。我看最花时间的部分是再跑回去那里吧，然后再看一下有7关。好，这是第二关。敌对组织已经安装炸弹。What the fuck？ 等下，我还要开过去啊？为什么敌对组织是谁？我们还有仇家、啊，我不只是个打工的吗？哇，只是那个核废吧？核污染、核废料啊，不能直接光荣转向啊 ！Suck， 直接脱飘，幸好它很好飘，进去吧！哇，然后直接爆，有一颗是在其中，我、哦、靠，其中将其移到安全位置，好。哇塞，是竞争激烈啊，开始谋财害命了。这跟商业上的竞争是很像的，但是差别在于现实层面的商业竞争是不会这样子跟，不是用那个心灵上慢慢吸你的血，把你杀死啊。这个是直接拿炸弹，很明显想要直接把你物理层面的干掉。我这可以直接把它缠起来吗？应该不行吗？啊，看起来就不行，他下巴不够炸。What the fuck？那是敌对组织的飞机吗？自爆飞机太牺牲了吧！他们花几百万美元就为了这样想炸我，还炸不到。这台是不会翻车啊！我想快点开走，我觉得它要爆了，拜拜！哇哇哇！这台我就会翻过来，这台很 nice， 它很 chill， 倒车都比往前开还快。这里有秘密的越野机车。最后一颗炸弹在2台压碎机中间，把炸弹推到安全区域。好。他不会讲剩几秒爆，那直接爆。他是都以为玩家就想这样子就开走了，搞不好想要观察一下是什么类型的炸弹。不，啊啊好好，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1000块。他觉得我越来越熟练了。剩下的5个任务是不是也是有冒着死亡风险的命运呢？上啊！哇，这比推土机好用多了。哦，这光好好看。第3个任务，哇，好大台哦 ！GTA 5更大台。
炸弹客准备砂石车跑，用这个砂石车打败砂石车。哈，只能用砂石车打败砂石车了是吗？要撞它可以开枪射吗？可惜我没有火神子弹呢。为什么在卡车的那个后面那个生锈的部分很像那个油画、啊、？What the fuck？ 这最终版有好多不同风格、啊。就这样，会不会 so easy 啊？等一下，白痴，我也要被 easy 啊。没事啊，光荣退场。太简单了吧？啊，对对对对对。我手上拿爆破弹是不是 ？Down the damn way！ 等为什么要开采石车过去啊？砂石车，这是要证明说我们家的砂石车比较好嘛 ？OK， 打广告是吧？哇哦哦，好屌好屌，砂石车不会翻车，这比刚刚那个还有那个说服力。哇哇，砂石车可以跑酷，呜，下盘跑酷，哎呀，它是活的，砂石车还不会翻车。白痴哦、喔！我这样往上爬了 ，shit！ 啊啊，好滑好嫩！我决定我要去开机车了。砂石车的负面行销，快跑！要被炸死了！我难得没有被炸死，有没有重生机车？要不然跑上去很辛苦很累。现代文明人想要需要一点那个方便的东西哦、喔。哎、欸，不给就不给。喂，我早知道我要珍惜那台砂石车的，不应该拿来跑酷耍帅，算了，减肥一下好。反正等一下准备参加健美比赛。好，我很累，没有瘦半点哈，不想减肥了。其实也不用减，超壮。第四个任务，你抓到炸弹跟他们司机都装进砂石车，他们司机都装进砂石车里的，停在那另一端，装进盘草。我的发，我到底是在为谁做事啊？我是在为什么人办事啊？是黑手党开的什么大工地啊？警察最好这么慢来啊！为什么你的警察比较现实啊？我的很假实哎、欸，我的很虚实。来，我看看尸体长什么样子啊？这台车叫 Dude。哦 ，OK。他们怎么那么几何体啊？他们是超级那个 PS1 画质、欸，才几块面积而已。那 Sega 以前的那个3D 打架游戏是不是？沿着轨道前往采石第一步，将尸体丢进里面火里烧掉、哦。啊，其实他们都知道，那警察都知道我们在这边杀人吧？只是哦，没找到证据，看我无法追到你们，我的兄弟就这样死了。可恶，这一辈子都无法破案了。知道那个警察他那个没有烧干净，因为警察的心是钻石做的，但是来不及了，他妈变烤牛排了。酸啊！耶、yeah, ，香哎、欸！我以为采石场的任务是如此单调，然后竟然是如此的黑暗。接到第几个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就跟我杀的人一样。好，第四个了。啊，这是第五个。你啥？驾驶在爆裂物驾驶车轻一点，然后送到沙漠小型机场。哎、欸，那小型机场是谁的啊？那小型机场，我有说你可以开进来吗？啊，哦，原来我们资产就是这样赚的，就是他们会付我们那个通告费，说，那个爆破物借我去那边爆一下，因为你那个破旧机场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到。对啊，因为我的那个武装直升机也不见，其实我仔细开了一下，它是那个运输直升机。啊！在两分钟，这六个餐点就要过期，快点让那个国小生快点当营养午餐吃掉啊！这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营养午餐很难吃的原因啊？没有啊，这不是什么阴谋论，假讲笑话、啊。因为我其实觉得营养午餐蛮好吃，有得吃就不错了的那种类型的人。哦，谢，对不起，把你撞飞了，总比溺死的好吧？哼哼，要知足哎、欸。突然沙尘暴，我要甩尾哦！放下桶子，柔软的沙土能防止爆炸。那你们要给我一点钱呢、哦？他们直接付给老板。哇吧，双重疯狂特技奖励！我刚转了，我刚是怎样？瞬间转了好几圈，然后快到看不到，为什么这样突然给我那么多钱？哼！直接放在柔软的沙土里啊，然后就没有要给他爆意思。我刚是车子卡到东西，卡到那个爆炸物，然后原地转了好几圈，然后快到我们看不到。那喷射机真的永远存在、欸？哎、欸，等一下，那是阿帕契回来了吗？哦，真的，他回来了、欸。哦，我去，他那怎样？每周轮替哦、喔。可是我的是老板，我说的算、欸。你们拿说的算了。谢，等我开这一台，这是我最爱 ，my favorite one。可是他会爆炸，逊。阿帕契也会爆啊啊！可是阿帕契他只会被自己弄爆而已。起飞弱，警察看到沙尘暴想飞回家，我看到沙尘暴还在那边翱翔呢。哇塞，那好吧，画质突然变好差劲了，完全看不到前方的路了，就跟留着厚重刘海的杀马特一样。
跳机，哇！我花了3000万就是为了耍帅，虽然我觉得那台不止3000万美金，就是。啊，但 CJ 没关系，太贵用花太贵用偷了就好了。然后快结完了，菜市场，这什么？一辆砂石车把那招呼招沿着火车在下一半点啊！我们现在当超级英雄哦 ，Holy shit！ 火车难题啊？为什么不是啊？算了，我以为想说把这台弄上砂石车，然后用砂石车开还比较快。哎、欸，他屁股很像一张脸，那下面方嘴。现在我该做什么？哈，我是超级英雄。我们现在只要那我们当太久坏人，现在一做一点好事，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屌很猛，真是现实啊！哎、欸。他被这个世界的道德观逼到想直接自杀哦，这什么道德观啊，你们杀了这么多人，埋那么多尸体，然后就只要稍微做一点好事，大家觉得你们是大好人哦。其实你当坏人是有原因的啦，对吧？对吗？然后一直笑着看着你，嘿嘿嘿，一切都是利益。我这么做只是让社会大众对我有点好印象而已。就算他们就直接忘记我曾经杀过的人了，酷吧？说真的，当坏人真的很好洗掉他们的那个声望啊！做一点好事就好了。才不信火车被这些炸药桶炸一下就爆了。油桶还没解决，油桶靠太近了。Oh no！ 哎，不要卡我前面了，送给是个随机观众。啊，就是你碰到要拿回家，碰到就不得退货哟。哦，他飙好快，警匪追逐哎！哇塞 ！Oh my god！ 刚后面拿 MP5， 让我想到我跟被那个。Bigo Smoke 在的快乐时光，可惜已经回不去，我们各走各的路。但是我之后要要你命，火车正在靠近。好，哇塞，太快了吧！他飙60是不是？我都没飙那么快。噔噔噔噔噔，完成6个采石场任务，好，剩一个了，就可以回去找史威特了。我也会按啊。我在画画，你看我画一个笑脸在地上。啊，看不太出来，因为反了啊！我要解最后一个，怎么下雨了？这种心情不好、欸，还下一个要干掉就是我自己。之后我可以，我马上站起来。之后我可以当我自己的敌人。第七个任务是什么啊？一名警察被杀了，趁其他警察还没来盘查的时候使用彩蛋推理就蛮好。哇塞，是很远啊 ！OK， 按错，有8分钟哎、欸，他们停在最下面是不是？哇，才刚帮那个良好市民，才刚当好一次良好市民呢、啊，然后就马上又开始做坏事了。黑手党风范，把尸体和机车推向起重机的吊挂区。哦，他们处理那个证物的方式怎么这么写实啊？我只要碰个警心，大家都当作没事一样、欸。哎，什么时候才有一款游戏你留下证据，然后会被警方一直盘查好几个月的？这种游戏应该写实到你玩的会很头痛，但是还是有良好粉丝群。刚刚是打雷的声音，还是飞机掉下来爆炸的声音？我已经分不清。喂，现在去推尸体。好，他们真的是这边的东西都好好利用哎、欸，明明就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把他们推过去，一定要用工地的好货，这放在机车上运过去比较好，干嘛一定要推土机推？等你把它碾下去就直接变碎尸，哎、欸，这屁股怎么是往上开？我要下车下去这个松果树林，他怎么推他的？我看不到了，我看到了，太滚了吧，哈哈，自转呢、欸？我靠，马上用好，这证物可以开吗？啊，不行，他到底长怎样？他是几何体耶 ！What the fuck？ 他是不应该存在这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才要把他埋掉。所以我们不是蓄意杀他了，所以我们在做也不是坏事业， yeah， 我们在帮助他送回他应该去的世界——天堂。使用起重机吊起尸体，这怎么吊起尸体？等一下，我应该看向哪里？哦，起重机在右边。尸体为什么尸体吊起来？他身上有放磁铁是不是？啊，不是啊，我碰到，啊、靠背啊，碰不到怎么办？哦，没有碰不到，往后拉就好了。靠，这钓鱼好难哦。好了，抓到那个点了 ，nice。这到底怎么吸起来 ？What the fuck？ 送个人这么麻烦，那这有点操控我的大脑，有点难用。好，因为他们原本是这样帮我用的，放上去的。好，让我体验什么叫复杂，是不是？我今天没时间弄起重机啊，你自己开啊。好，操，我只想简简单单的工作而已，不像你叫我干这种肮脏事，乐意之至。耶、yeah, ，吸到了！我是章鱼 ，Taco。啊，雨停了，哇，晃呀晃呀。这时候物理不用这么真实吧？这样我真的听不到了。这样先让它停一下。Slow down, boy, slow down。不要荡来荡去的，妈的荡妇。放，哦耶，
超辛苦的、欸。我要体谅一下我们老板，帮我们哇，把我这顺上去，帮我们那个开砂石车还要这样超嘛。我的爸，往后看是他们几何体老兄，还有怪异机车。哎、欸，呼，我撞到一下超滑，这样把尸体丢到水里。哎、欸，你这样更容易被发现那个尸体在哪吗？你故意的吧？我想那个做大了，然后随便。别让刹车跟着尸体掉进水里啊！他们测试人员一定有掉到水里，所以才发这个。我干你啊！我差点按错了，完的。干！白痴！你要刹车之后，我再买一台给你。损失是我插你。刚刚镜头前后，我直接瞬间分不清楚，我应该按 W 还是 S 了。Speed run！ What the fuck！ 我被机车敲到。为什么你要卡在这边，让我玩游戏玩的这么痛苦？喂！这样进去吗？应该有吧。耶、yeah ！干！呼！希望这次可以成功。太恐怖了吧！差点就要掉下去了。Yes！ 干，才这么一点点，我帮你毁尸灭迹，还失败两次。然后这个破土地就是你的了，这样吗？才2000元，我干脆不要。好吧，18分22，我可以跟自己一较高下，哈哈。I'm gonna find you, Gabron。然后去找我们斯威特劳工，不，老哥，斯威特劳工杀小，我们的 brotherhood 还没到这么亲密。Yo man， 我领钱了。喂，靠，这台真的是轮替的，耍酷一下，生活就是要耍酷。你好，格罗夫街。耶、yeah ！把斯威特炸死。哦，毒贩街。Hey homie， Hey ho， 哎、，the fuck！ 还想潜行啊？我没看到你、啊。哎、欸，说不行，要记录一下。哇，哥哥赚1000块。回到甜蜜小屋里面，原本在那边想要那个毒虫女人，那个瘦皮蛋，那里面太脏了，不想住这里啊，没有。高级。You love your hood like you love your homies. It's always been that way, and ain't nothing ever gonna change. I done seen it all. 哎，你讲，你这话是你可以讲的吗 ？Yeah, I'm glad to see things back the way they used to be. Nah, it ain't like it was, but it's gonna be. We still gotta get everybody in the hood back together. I was just telling these cats what's important.We gotta let everybody know Grove is back on the map. Hold up, don't you think we ought to take it easy? What? You know I got other things in mind, commitments I made. Can y'all step outside for a minute? I need to talk to him. If you don't get this shit together, what you think this place gonna look like? You always did real good leaving jobs half finished. That's cold, sweet. 我的事业已经一飞冲天。Bitch ass rappers mansion. Look, the world's bigger than this hood.This is where our lives begin and where it's probably going to end. And don't forget where you came from, Mr. Uppity Ass Nigga. Now that ain't fair. Oh, somebody just crossed out all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disrespected your hood, and you act like you don't give a fuck. That ain't fair. Okay. Have it your way. Come on. 改不了他的个性，就照着他走算了。你要在你的小圈圈生活是我的事，反正之后我要去。一走高飞。Yeah, I got a plan. We gonna roll in the bar's hood and take you back for the Grove. Okay, let's get those motherfuckers. 怎么觉得他的任务都在抢地盘？这是他唯一的计划了嘛？不是先跟巴勒邦当朋友，然后再背叛他们之类的，或是开我的喷射机过来把他们炸烂之类的。其实我们很多好方法。我们不用动到枪。好，还是动，因为这样比较快。不下车是不算打架 ，Mr. Asshole。哇哇，还撞到那个车门，帅！场景互动，哇，反正这样，因为他是巴勒人，所以现在是开始抢地盘了。哎、欸，那边卖毒 ，fuck。哎、欸，这边世界末日了。哎、欸、哎、欸，他帮他挡枪啊！哎、欸，你快滚啊！现在战乱时期，你不要待在我面前。哎、欸，你叫我杀你屌是？哎、欸，吸你屌。哦，终于开始打了是吗？
这游戏要简单，一直按着左键就好了。哥哥帮忙啊！操！既然是龙头老大，你应该快你连准度都没有，每一项都是差劲等级的武器等级。啊，好爽！史威特蛮坦的啦，我要吃一点血了，快挂了 ，man。Hey, over here. Come on, keep up. Keep up. 算了，站高位打了，站那么低是那个低阶选手才会做的事情。这是电竞选手开枪找掩护，抓那个时间差。哈哈，他们射不到我。哇塞，哦塞，我就是想，为什么他都是喜欢跟人家变 hang out 之后才在那边才要动作？刚史威特竟然会开枪，天哪！他没开枪，然后就开始聊天，不知道冲他你想。这地盘是您的，狙枪真好用。啊！你什么都没做，你什么都没做啊，红 boy， 占领另一个艾德伍德黑帮地盘，好，靠腰了妈，死老人，跑快一点好不好？哎，你们想干嘛？给他妈下车！清醒一点，你是葛罗夫街的成员。抓人下来揍，然后招募他。你要不要帮兄弟？操，给你们表演的机会。毒贩，世界没有毒贩的。耶、yeah, ，这几个人就够了。我刚才那拳是怎样？清醒之拳哦。CJ 都被你杀完，那我们还杀屁啊 ！Give me love, give me some love。Hey, what's going on, man? Hey, come on, nine, 这些枪管是很短，那狙枪枪管是超短，飞超慢的。Give me some dab, homie。哈，给你一个 dab， 咚。反正你们这边聊天就好了 ，ASO 帮忙哦。我觉得车要爆了。哇，抢地盘蛮好玩的，但是那些朋友不开枪一点都不好玩，这样比较好玩吧 ？Neighborhood 杀人。啊！哇 ，fuck you ass bitch！脚踏车杀人魔，干你杀几个？操！妈，你弟弟已经一百杀，你才三杀啊？没有，两个窝鼠。你们其他混蛋就用跑就好了，因为在格罗夫街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却没有出现。So， 你看我跟 CJ 想法一样。拜托，史威特只是因为没有其他事做、哦，所以在那边假装自己还可以顾好黑帮。哦，不不不。因为帮派就是他的一切，他舍弃掉，他一定觉得自己超废，宁愿回监狱之类的。滚呐、啊！警告我什么啊？你没资格。Help Grocery Family handle those ballers. Johnson boys roll right over. Okay, dog. I'm gonna get some sleep. I'm beat. Here, I took this from one of those baller fools. Probably drug money. Here's your half. 多少？一千。啊，你哪里找了那么多钱？他扣几个扳机就累，而且他大多时间都在跟其他队友那边聊天，那聊啥小。然后今天牙齿好痛。好，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集继续振兴我们的格罗夫街。那个哥哥永远不会帮你扣扳机，格罗夫街强生兄弟帮，再见。